朋友们好，永军坐接驳车来到竹北的远东百货，建筑外观非常的吸睛，刚好中午当然先逛逛美食街咯，以及客家园楼。外观的建筑很有特色，内部装潢 也很特别。五到七楼餐厅部分，内部用红砖木结构的设计，保留园楼的风格。然后到竹节虫大解密，馆内好多真正的竹节虫哦。又碰到金门贡糖特展，来到天王贡糖，老板娘很亲切，知道我是拍影片的，还多送我一包哦。好，永娟都不啰嗦了，看看今天还有什么收获。朋友们好，记得订阅我的影片，分享、按赞、点按小铃铛，感谢你。
永娟买了一大袋的贡糖，然后我还进去逛一逛。影片最后还看到永娟去逛了侏罗纪公园，手提一大袋贡糖，又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。朋友们好，影片结束咯，记得订阅我的影片哦，可以看到更多精彩的内容，拜拜。